我咧关心到宗教方面的消息，这是佛教的正信会每年在嘉义举办的加持法会，以弘扬观音大悲心。这里好在嘉义高中登场的观音大悲感召加持法会，由恒信加措仁波切主法，吸引真济民众到场参加。佛教正信会这里好在嘉义高中树人堂举办观音大悲感召加持法会。根据了解，观音大悲感召加持法会是第三世多劫羌佛用来帮助众生，加持众生所团。法会由恒信加措仁波切主法，也是多劫羌佛在台湾的法寺弟子，受文殊亲团是几笔传承力的仁波切。感召加持法会，它有一个很殊胜的地方，就是当诸法仁波切开始依法修法的时候，不同的众生会相应不同的因缘，他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动作，有的人可能会原地顶心，整个受到整个热柱的灌顶加持，有的可能会解手印持咒，有的可能因为他身体曾经受过伤，会用自己的手会去拍打身体，有的人可能会原地旋转。但是有一个状况，就是跟一般不一样的，就是受加持者他会非常非常清楚他在做什么事情，这是正法加持力不同跟一般的外道不同的地方，就是与会的加持受加持者他会很清楚他在做什么事。让大家来参加，我在那里看觉得说有让这样大家的心境真好，也让大家这样有一个寄托，该做虔诚的会拜拜。佛教正信会也帮助家己高中附近弱势家庭关怀老人，提供礼金和爱心物资，让弱势家庭感受温暖。而法会由仁波切主法，恭请观世音菩萨降临会场，为民众消灾苦厄祈福。而佛教正信会强调，秉持观音菩萨的大悲行愿无处不现精神，举办观音大悲感召加持法会。同时，借由法会替准备考试学生祈求智慧和心灵的平静。身心空调红家己去采访报道。